哇，今天有点晚了，要快点，五分钟时间。昨天看到一个网红在那个乌克兰说的关于性爱的问题。性爱是人间的最大享受之一，你说过有过青春还不行，你要过有过极高的这个性爱，极高质量的，那就是欲火欲仙那种啊，本人享受过，所以希望每个人都有的享受。今天我穿的 tank 比较老式，这是工作需要一天90度，那么就需要那个点，我的工作还不能穿得太花哨，不能穿得太富有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